好男成员鹿晗在维也纳的最新路透图，鹿晗身穿短款羽绒服，面的镜头有点呆萌，而且睡眼朦胧，明显没睡醒啊，白白净净的模样确实很讨人喜欢，怪不得有那么多的粉丝呢，不停的打哈欠，这动作表情很可爱的样子。最新一期《奔跑吧》在维也纳联合国正式开机录制，现场粉丝发来路透图，照片中的鹿晗穿着一身红色的上衣，在雪中漫步，看着非常唯美浪漫。照片中的鹿晗五官清秀精致，鹿晗撑着顶雪的雨伞在雪地中迎面走来，仿佛一个雪国中的白马王子。风度翩翩，瞬间让无数小迷妹口水直流三千尺。在维也纳开始录制最近一季《奔跑吧》录制的鹿晗，无人玩晒出四下张望的照片，并写道：“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。”维也纳的春天就一个字，好冷啊！一年一度《奔跑吧》终于开始录制。自从去年《奔跑吧》第五季结束之后，大家就一直期盼着新一季的到来。近日，《奔跑吧》官方宣布，新一季《奔跑吧》将于3月5号开始录制，并且第一期节目还是在奥地利维也纳这个美丽的城市。